他们知不知道从这边走？过来这边看啊，Poker 的，哎呀，知道这一步了。是的，就是那种全部手工的啊。啊，这边呀、啊，有他名字了，好了，这边有写。对啊，英国人做的。已经全部到这里来了。哦，你说这些模型到这里来了？这些都是那个百万日币级的，然后全手工的。百万日币级的。这是全部手工的，这样一步不吓死人了。我有在我那包包的前面，还是清楚吗？我靠！
看那一部四三那么清楚，那一个更清楚。这是我12:1的吗？左边那个要大吗？可以拉比较近。看像看真车一样。你先拉，你看拉那个12:1的引擎，看他那个已经做多精了。对，再远就说像现在。可是你现在要调到夜间模式哦，要不然灯不够。不会记啊。那不，你能不能调夜间模式？我已经调了。已经调了。有没有一个月亮在那边？月亮。你那上面有个转钮，找月亮那一格拨过去了。哦，月亮。丢嘞！哎，他那个 talk 是怎样？要跟他的耳机啊，或者他的麦克风 ，F1 的。中间那个是熊曼海。嗯。哦，他之前也有在那个 Williams 吗 ？Benetton。啊 ？Benetton。哦，那个是哦，那个是 Benetton。拉一下，拉一下。那这个放酒精会不会烧？这个不会。它那个是金属的放酒精，合金的。